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每个星期三晚上八点 My Talk 美里时事无所不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我的小黄大哥，我叫他小黄我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很明显他比我大size 也比我大，年纪也比我大。来，小黄和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大家晚上好。我是九八十号路的卖水果的其中一档啊，通常人家都会叫我小黄嘛，所以不为什么要叫小黄？因为不可以叫老王啊，小黄一直还是在年轻的心态，只能叫小黄。好，在还没有进入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之前哈，允许我观众朋友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哈，现在看到我们直播的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请把我们今天的这个 live 视频分享去你个人的面子书，也分享去允许分享直播的群组啦，有一些不能直播的群组就不要分享咯，让更多人来听见我们小黄的故事，我们的声音，更多人知道我们这个平台。同时间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要谢谢我们的这个赞助伙伴 Synic Solutions and Rambahat GOC Good Vision 眼镜集团 T Home 炫音乐工作室和 Sunrise 顺成立北沙贸易有限公司，谢谢他们赞助我们的这个制作费，让我们有能力每个星期准时星期三晚上八点为你带来不同领域不同的声音啊！也同时要再一次感谢这一个Sunrise顺成立赞助我们20包香米，让我们能有除了把声音带给大家之余，还有能力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同时间 GOC Good Vision 也是非常谢谢他们，除了赞助我们的这个制作费，也赞助我们每一个月40副眼镜。好，这个眼镜啊，小王改天就有用到啊，眼镜是不便宜的。说这个 Good Vision 他赞助我们每个月40副给学生而已，不用钱，完全免费，也没有条件啊，什么都不用。真的要非常非常的感谢他们。同时间也呼吁我们的观众朋友了哈，大家如果有能力的话，在我们的这个 comment 里面有我们的银行户头，我们 bank account 的链接，请支持我们，多多少少都没有问题啊，让我们有能力走得更远，为你带来更加好的这一个节目内容。OK， 废话不多说，今天难得小黄来到这边，真的还是要谢谢小黄。今天我一邀请他来上节目，他什么都不讲，什么也没有问，他就讲 OK， 他也没有问我到底要问他什么东西免费广告啊，观众朋友，改天讲到免费打广告，我们就先来打广告。要买水果，改天就去珠八十号路找小黄啊，一定有 discount，或者是没有 discount， 可能买苹果送西瓜。不可以哦，买西瓜送苹果可能吗？买苹果送西瓜不可以。哇，最重要你们吃得开心。讲啊，小黄，我就想问小黄，比很出名，其实梅里很多人都认识他，珠八十号路。其实你在那边卖水果卖了多少年？算起来应该有至少也有20年了吧。20年，所以20年，其实珠八我真的不懂，因为我来梅里也才那15年，大概14、15年。珠八巴萨其实建好多少年了？30多年吧。哦，30多年，那时候你20年前为什么会想到进去那边，就是进去里面找一个档口卖水果？那个是什么原因？你退休了，没有做工？这个就是为了要赚吃，赚吃。所以你那时候是听朋友，有朋友介绍你去卖水果。其实啊，我会去那边的是因为我的太太的关系了。我太太他们也在那边卖鱼，所以我就才知道，才想到这个水果啊，做这小贩这一行业了。我真的是不知道嘞，说安迪以前在那边卖鱼。以前他没有，他以前家里是卖鱼的嘛。他卖鱼，他帮忙父亲。就是后来我们认识以后啊，就开始接触到这个巴萨。一方面也是为了生活啦，因为从以前两手空空为了生活，你肯定要找一个东西来稳定下来了。
那时候小黄还没有我们讲还没有打进巴萨之前，你本身做什么呢？哦，我之前早期的时候我是做之前我是先做一个 salesman 啊，后来我就做一个 technician 啊，就是 radio communication 跟电子的一种维修啦。早期的时候以前都 video 嘛，很流行嘛，电视机都是VHS 那卡带的啊，就是做那一些修理的东西。因为为什么会进入这一行业，就是因为以前我们因为没有读到书，不是这样啦，没有钱就去外面读书了。所以就会觉得你有 testimonial 又怎样，你有这种你因为你没有一张cert，你就是很吃亏啊。是吧，是非常吃亏的。所以你会觉得这东西不能够长久的这样下去。是吧，所以需要去改变。那时候你决定 decided 要进去卖水果的时候，你结婚了吗？差不多要结婚了啦。所以就是因为要结婚了结婚了，其实是 结婚以后才开始去卖水果的。其实因为以前我是做有出去出海啦，就跟 Shell 做 technician 啦，做 assistant 做了一段时间啦，以前都还蛮不错啦，可是就是觉得自己还不够，不行啦，看得远一点啦，想远一点，你就会想到很多东西出来。那时候刚刚想到要开档卖水果卖菜嘛，像我们大家每里人都懂，小黄除了有卖水果，小黄老婆也有卖菜，对吗？也有菜档，也有水果，也有那时候你刚刚要开档的时候，有想到要去哪里拿货呢？你怎么样知道要跟谁拿货呢？其实做水果这一个东西是还没有真正我们在拿到档子的时候，我们是想拿一个水果档，然后去 MSC 去申请啊。申请我们拿到以后的话，就开始慢慢做，因为没有经验啊。所以就从开始拿菜那些方面开始卖了，因为以前十号路都没有人要的地方。以前因为十号路二十年前没有人。没有什么人的。喂，唔系吧？危险啊！每只礼拜去好多年咧。你那礼拜没用嘛？那、这个 customer base 打起来喎。所以你的顾客。二十多年前是没有什么人。没有了，二十多年前那个档子啊，一直是人家申请了又退回去，申请了退回去，就是这样。不是现在这种情形了。我们是花了很多心血在那边了，其实是讲了。人家觉得现在十号路很旺啊，很什么啊，其实在二十多年前谁要十号路，我讲到十号路是第一个讲贵，第二讲没有论。到底有多贵？来，小黄到底有多贵？讲一下，一个月有多贵？不是，菜，东西贵。东西贵，东西贵。不是租金贵，你认为说你们的东西啊都这样贵哦，因为以前的人所要求的东西跟现在人要求的东西反正是有分别的。以前人认为说便宜大把就好看到回去有坏啊选出来啊还有上还是便宜。可是现在人啊是已经很忙了。我给你买一把菜一大把回去要去选这样多出来有划算吗？没有划算了，买就不好吃。现在我给你买一个小把的贵一点拿回去吃。用又不用选的像多，当然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十号路现在他们栽培了很多这样的顾客啦，就是想买好的东西啦价钱高一点不要紧啊，最重要的东西买会吃得高高兴。这样二十多年前你刚刚进去珠巴的时候那时候有这样多档口吗？在十号路巴萨其实有了，都已经有了。以前是高高一排的，一层一层这样上去，你在后面你就看不到前面它不像现在是 flat 的，是讲是平面的，这里你摆你这样望去望到后面就觉得好像很多了。以前那种体裁是真的是你有时候想象，所以珠巴巴萨多少次 renovation 了呢？从你进去二十多年到现在，
Renovation OK 几年他们都会大概弄一次啦，不过如果大装修来讲今年的装修还算 OK 咯，有改一些东西。这以前的时候是高高的时候，那时候就因为 complain 哦，后面的人看不到前面哦，前面的人也望不到后面，要买东西也不方便。所以就重新打掉，再做过。全部做白钢台了，以前是 cement 的嘛。所以打掉做过。做过，全部做白钢台。这那时候你刚刚拿到档口，刚才你讲小王讲你本来没有卖水果的嘛，你是在卖菜，在卖在菜哪里拿？菜以前就是来打木，因为那个是批发的嘛，半夜了，半夜凉。半夜几点就起身？一点多两点的时候看菜多是菜少的时候了。半夜一两点。一两点，因为那个是批发市场来的嘛。批发菜你。就要过去那边找，是没有菜你要去找了。然后在达木这一边拿了才回去猪吧。对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现在internet 人家讲，刚才我写起来的这一个就叫优质管理，就是你把你买了的菜拿回去猪吧，你再选一些最好的，把它重新 packing repackage 回去在猪吧再卖。对对对对。所以。对，一两点菜通哇，很多时间哦，这样子。一两点去拿，有时候 ，OK， 你有时候有叫人家留啦，三四点你可以下去，三四点啊，有留座。有时候没有菜的时候，你真是一两点，你就是要在那边找菜的。半夜了。会不会说买菜像你讲没有菜的时候啦，这样很多人卖菜的都去达木拿货嘛，这样 restaurant 那些餐馆也不一定，不一定，那是专门是我们跟那个种菜的人他们批发菜的，因为他们是那段时间出来，所以我们这些拿菜都是去那段时间过去拿。不过现在最近几年就好了很多了，他们已经固定交货给谁谁谁，要从那边他们就比较迟的去拿了。以前的时候是真的是很辛苦哎，要去抢，会不会说也有时候会去抢了？不过我说，菜来了，去那边了啊，种个谁有什么菜，今天明天会出，去抢了，也是有这样情形。抢就会就会讲谁快谁拿到先谁赢，还是要就是说谁出比较高价就卖给谁。少货当然是高价啦。你先去到一道，有一道就先拿咯。这样会拿罗吗？有试过拿罗打架的吗？这样就不会啦，大概心知肚明啊。你要找来，你大概要这样的东西了，快快拿了，你先拿不是你咯。Come on, be a gentleman 呢。这样你们刚刚开始，小黄，我就觉得你一定是不够别人抢的哦。因为如果你刚刚开档，你又不懂要买什么菜一些，你又不懂什么菜好卖，你哪里抢得比别人快呢？你抢不第一，你不会比别人更怎么样讲精明，你不懂什么菜应该抢先，你也抢不到比别人多货，别人已经卖久了，这会这样吗？这种东西就是在学习中了，错误中学习了。这种东西不可能人生出来你就会的，你的学习，你的 customer base 是什么？就你的顾客群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尽量做好来了。这是我的经验啊。这样你把菜拿去酒吧吗？拿在十号路了。这样你刚刚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别人已经有很多档，很多安弟。我看今天酒吧十号路有很多安弟，应该都是上了年纪，都卖很久了的，全部应该都是卖了很久。这样你生意也未必抢得赢他们哦。他们会说对，有新人来我丢价，会烂价，我就是欺负新人。这样又还好还好，以前的还是 OK 的，所以说。的确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啦，人跟谁买习惯了，他会跟谁买，对啊，所以从那里面呢，你就要去找你自己的顾客了，会比较难了，因为媒体也不是很多新人，慢慢对吗？对对对对，有这样的景评在，有这样的景评，所以从菜里面我就慢慢开始改像水果了，因为觉得那个销路不够广。不够，因为不够了，就是了。
他会慢慢。那你那时候开始找水果，去找什么水果呢 ？Local import？ 先的时候是 import 也卖 ，local 也卖了。哦。啊，就是 local 多一点啊 ，local， 甚至我们去摘榴莲呢，跑到西部啊，西阿曼收这些榴莲回来卖呢。哦。我。那我呢？那时候就你现在去收榴莲的时候，谁帮你看档嘞？你带带咯。开始那时候就已经没有什么卖菜了咯。哦，开始就卖比较少。放弃了，开始卖本地水果。嗯。自己去到人家的园里面找。谁带路？你本身我自己就跑了啊，算是了吧。你我就啊，我从小学就在梅里了，算不算梅里人？那个是梅里人了嘛。对了，而且也做 sales， 老实说，我们做 sales 人是很厉害的。我以前也是做 sales， 所以就满天跑了，三八去转了。哎呀，看到了，哎，那家种这样多的木瓜，过去问一下木瓜有没有卖啊？也要卖哦，小黄，我跟你讲，为什么我讲卖很简单呢？你怎么样知道要出什么价钱给人家呢？一定会有原主给你。他们会这样的，他们会给你一个价钱。不过在市场上你卖什么价钱，你大概也会知道的。像一个案例来买木瓜，你不可能开他一个10块钱，他就骂你的嘛，你乱来嘛，是吧？有没有讲你比较早去巴萨，比较早开档，然后假假去偷看去装他，只是人家打卖给多镭，然后你又跟人家卖多少钱，这样有这样子吗？会啦，有时候是是因为你不可能全部东西你懂多少钱、啊、不过也因为你批发了，你要赚这个8%，你自己心里有个底了嘛。嗯，因为每一样东西有差不多每一样的工价了，每一个的价钱差不多走不了多少了。啊，这种东西很自然的、啊。嗯，那个这个我了解了，但是还有一样东西我还是不明白。你讲现在你去到我们讲黄梨园、木瓜园，这样还种榴莲园，啊，种榴莲也好，种木瓜、种黄梨的也好，种加工的也好，啊，对吗？你不会知道它怎么样比较美，种西瓜你怎么样看呢？这个真的是要哦，那些东西啊，这样讲啊，这种东西你要看到美不美啦，东西好不好啦，经验。其实你这种对生物啊，应该生物叫什么 ？biology， biology， 你以前就要有懂，读 biology 的时候，你大概你就会知道生物是怎样形成的，从那边你会知道这东西的特性是怎样的。其实biology 很重要的，然后你东西好不好啦，你看那个果好不好啊，都是瓜头啊瓜尾啊。这点我真的不懂，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啊，可能你们有疑问，你们想问，你们有问题想问小黄，你们也可以 comment 啊，我的队友啊，我的战友会看到你们的 comment， 会 forward 给我，会把他帮你问小黄。如果你有问题，你想知道怎么样选水果啊，你想知道怎么买橙啊，也欢迎你问他。像我现在我自己就很奇怪，我真的不懂，我其实跟小黄买水果买了很多年，大概我看没有10年也有8年了啊。为什么这样子？原因就是因为我不会选水果，我也没有去研究啦，老实讲。所以我们就找相熟的人，像我就找他，我就觉得他比较可靠，我就问他哪一个比较好。因为很简单啊，为什么我觉得小黄啊是在你面前，我老实讲，为什么我会觉得你比较可靠？因为很简单，我当然是有试过买水果，有时买回去，像上次我有跟你讲过，像我也忘记了，水果有西瓜还是木瓜买回去不好啊，回来第二个星期，所以我就去倒回去，我每个星期天都去10号路巴萨带我母亲去买水果，所以我跟他讲不好。所、so, 以他就换给我，还是叫我换另外一粒，还是扣钱。所以、so, 我觉得那个就是信用咯，所以我就很放心在他那边买水果。但是现在问题是哈、你自己怎么样知道？像我们每天这样问你呢，哪一个比较好？你没有理由每一个水果你都去开来吃。对，这东西啊，就好像 OK 西瓜啦，当然西瓜啦，西瓜人每次人家都买到，很多时候是不甜的。不然就看外表，看到哇，这样我要小粒一点，大粒一点了。开去，哎呀，怎么总是不甜呢？这种东西也关乎到天气，
哦，天气，接下来这个热天气开始哦，六月份我觉得西瓜就很多好甜的了。啊，因为西瓜是属于啊，它需要水分，也需要热，就是说它不能够太多水，因为西瓜本身是叫做是藤类嘛，是藤类嘛，藤类是有一种叫法叫做木槿哈、啊，嗯，所以它如果水太多的话，它的根会烂。西瓜制造营养的地方是在叶子，哦，你种这个西瓜出来，叶子很重要。西瓜叶子大大片，它吸收阳光多，它种的时候，它生产它的营养的时候，供给它的果子的时候，就够营养给它。所以我每次市场里面买东西买西瓜的话，我就说，哎，这个是瓜头啊，瓜头肯定是好吃的，瓜头。瓜尾是不甜的、啊、我跟你讲西瓜这个是 A 瓜那个是西瓜嗯怎么样讲瓜头瓜尾瓜头是第一个果是第二个果、哦、瓜尾是第三第四个果那个果已经尾巴了的变成它叶子已经是越来越叶子 它西瓜有一个月份呢到九以后它就一直要死了它的叶子已经开始小的时候啊它制造营养不给那个瓜都自己都养不活了还给那个瓜是吧那个瓜肯定是不甜啊营养不充足啊像你拿的那些本地水果到今天呢二十多年后你还是跟同样那几个商家拿的吗还是有主要我们会选那些商家他原主对原主他种的比较好比较成功的哦、价钱我们收的时候都会说啊、你开个价钱啊贵一点没关系我主要东西就是要好嗯，所以宁愿讲价钱不要杀到太低，不要拿太烂的。当然了，当然了，好一点的。对。这样入口的嘞，入口水果没有得选的哦，入口水果。如果是个，其实入口也是有季节的，它有分 grade 的。哦。也是有的，好像你现在也知道了啊，这是讲到地理了咯，地理应该是叫做 geography 啊。地理是相当重要的你在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地图的南半球北半球哪一个是秋季哪一个是冬季哪一个是夏季你都要会知道然后就是比如说什么季节出什么水果他们的出的水果最多就是夏季啊现在Australia你不跟我讲我应该现在是已经是差不多要 winter 了autumn 尾了现在我觉得是 autumn 尾了现在US 中国那一项啊那个是叫做北半球嘛北半球那一项是开始要 summer 了的所以现在是 in between season 所以水果不多了哦呀、就算有也不会很美是这样子吗有开始收尾了开始不漂亮了、现在葡萄那些也是大处的葡萄现在很甜然后讲到葡萄哈、其实我今天想问很多老人家像我妈妈这样子他们时常会讲吃水果那个湿热啦又寒凉啦又会咳嗽、这个有痒吗会有一些的其实反正吃东西不过量啦、这种连带关系水果是单糖啊甜啊单糖的东西是对对所以青葡萄啦会比较没有中央热啦青葡萄和那个红那种红跟黑的就比较补一点比较热一点会allergic 比较就像会比较热一点是啊今天谢谢小黄来给我们他们这样我本来也是有点戒得啦不过不要吃可以吃不错不可以吃可以吃然后不要过量啊过量的惹痰嘛嗯所以现在葡萄现在很多来到都蛮甜的现在季节很甜的是葡萄反正像我家孩子每天就时常吵要葡萄啊但是我是不敢时常买给他因为我也是觉得他吃多了啊对会咳嗽了很多痰啊是的咳嗽还好但是我觉得很多痰反而我就觉得西瓜还好西瓜其实就是有点湿热啦有点湿热的你可以说西瓜的话你可以放点幼盐撒在那边
啊，放幼盐。你记得小时候在那种小档子，他们有切西瓜，他们就放一瓶盐。嗯嗯嗯，我原来撒在西瓜那边这样吃。哎，这纯粹是好吃吗？哎，没用哎。哎，讲啊，不可以一直讲你的水果哈。我今天也不管你的水果是啦，其实我要 complain 进来哈，我就觉得很像这个梨呀、啊、pear。嗯，梨有很多种嘛，有一种是那种韩国的梨，那种大大梨，它的皮是像这样子 golden wish brown color， 对，那种雪梨。然后有一些呢，就是 yellow 的，纯粹是黄色，黄黄的那种梨，也是圆圆一粒。对啊，然后又有那一个我们叫做pear 梨。佩雷就比较硬的 crunchy 青色 crunchy 青色。那个 pear, 对，然后又有香梨。嗯啊，香梨佩雷我就觉得还 OK 啦，然后进来又多一种梨，那个我就不懂叫什么梨，它是有一点红色这样子，也是有 crunchy 像佩雷，但是又小粒过，那个叫什么梨啊？那个叫 forest pear。 哦， forest pear 是南非刚刚要做，你前面有看到过？有哦，都有。其实 forest pear 有几种，还有几种，有些是 angel pear 啊，这些 pear 呢，嗯，有些就很甜 crunchy， 有一些就很涩，其实它有分的。对，我就想为什么我有时买到又不好吃，有时候买到又很好吃啊。有时候是 supply 问题哦，他们有分 great 好吃的时候很难分它是涩还是不涩。会不会说一般来到好就是全部都好，还是一般里面都会有掺到？哎，没有，一般好就是好，那一般货就是好的。哦，这样子你们来到一般货有时候很辛苦了，是的啦。这个是呢，我们说拿一试一下咯。怎么样处理呢？先买一两盒卖一下，先吃一下先呢。不好吃的话，反正是还是有人会吃的，有人会喜欢吃的。如果好吃的那一帮你就买多一点或存起来咯，就卖多一点，介绍多一点啦。你只能够这样做，不然怎么样？水果会坏的，你不可能囤那么多的嘛。好吃你可以卖，不好吃的话，你先试咯，试了没有这么好吃，当然你跟顾客讲是这样的 quality 在那边啊，会有还是有人买的，卖到亏嘛，卖到要烂掉了。哦，有那个当然了，水果是最难做的东西啊。我觉得你这样子你很厉害啊，小黄，你最难做，你还做得这样好，会好吗？你看好了，我看你的水果，我看你的水果很多，全部很 OK，就我觉得很好。OK 了，我们尽量找一些比较好的东西来卖了，这样子了。有点物有所值了。OK， 我你看啊，你大概多久进一次货？我是很好奇，因为我知道水果是很难放的，因为我像我儿子每天炒啊，我家里每天炒要西瓜，你看我就很麻烦买西瓜。像你刚才小黄就讲了，有时大粒我又嫌大粒。小粒我又嫌小粒，大粒可以切了嘛？你怕吗？所以你看我们普通一个家庭买一个西瓜都这样麻烦，你们卖嘛更麻烦，水果怎么样囤呢？你通常多久进一次货？看 market 计算你的一个人跟你买的数量啊。比如说优货通常我都是一个礼拜来一次啦，飞机货啦，在 KL 过来。那些大部分就是 import 的咯，啊，主要是那种小货，就是那种小姐的货了，Mary's 之类的，啊，那种比较 high end 的东西啦。一个礼拜一次。一个礼拜一次。哎，去年 MCO 到现在，小黄有影响你们的 transportation？ 有的，有的，去年有，不，今年有点改变了，开始有新的一家航空啦，是 commercial 的啦。那个还好，handling 方面也是好了很多，不然之前用 mask 那些，哎呦，用 Asia 那些东西，他们丢到，哎呦，真的是有时候亏本。你的东西，你从 KL supplier 订货，他们寄给你，那个价钱有包括坏了有的换的吗？没有啦，水果东西谁跟你换？水果的东西。这样 transportation 丢坏了也是你呗？全部是我了，真的啦。所以你们去哪里拿货呢？ Airport Cargo， Airport 咯， Cargo 在 Cargo 拿货，拿货了你要有自己的那一个 cold storage。 Yeah. OK， then 你自己 keep， 自己就要 choose， 自己要 repacking， 对对对，要弄好了。我
如果是晚上十点来的话，我们就用到弄到十二点才会睡觉了。十二点多，然后你早上三四点你要去拿菜了哦。四点啊，没有，以前的菜是菜，现在水果是不用这样了嘛。水果我们是四点就起来了，四点开始上车弄搬货了。所以我们时间其实你说不长啊，也是蛮长的。可是我看你现在你女儿还在有，是你女儿吗？有你女儿在那个菜档有一个妹妹，你女儿还在帮忙，叫她的她拿菜，那也是要你去拿不是？有些时候我们主要是卖 import 的跟沙巴菜了，本地的菜已经没有卖了，所以 就不再需要这样七早八早去大陆那边也没有了，没有了，那是以前。以前十多二十年前的事情了，那个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哎，讲到你看了、啊、你讲你年轻的时候，其实现在你也年轻了，但是你孩子你十多年，我看你孩子都很大了，他们几岁开始就出来 store 帮忙，都是从小读书就给你带着在巴萨，从小了，就是我就是遇到一个顾客，哎，小妹、你在这边做了多久的水果？哦，我已经做了二十年了，啊，你这样年龄做二十年，因为我从小就在十号路了嘛，因为他从小就是盖啊，这个网就盖在那个以前的 store 是高高了嘛，在上面盖着啊，在那边睡觉啊，睡盒子啊，睡什么、啊，就是跟着我们呐、啊。你有九个小孩子？四个、哦。四个。两个男。两个男，两个女，两个女，对对 对，所以四个小孩子都是这样子，一手从出生你就带着他们在做生意，对对对，会吵会闹嘛，小孩子一定会的，会的。不过，其实这个你做生意怎么样看他呢？其实他也不会这样糟糕吧，我不晓得其他什么，有个孩子就 OK 了，会跑来跑去嘛，跑到不见去，跑去楼上啊，跑去后面，也不会这样嘛。他们还。这样说了还蛮听话了，还好了、不会说很烂。我们有从小就教他们怎样，他们就会形成，因为在巴萨，因为我知道你两公婆都在那边、对吗？你一路来都是应该没有请工人呢，一路来都是你们两公婆对在那边，所以放工了，收拾好了就带买小孩子回家喽。对，这样读书呢？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度了，后来我们再带他回家喽。就两还是一样，两公婆轮流咯，看档带孩子，看档带孩子分配时间嘛，分配时间都好幸福啊，直接好红艳。没有、没有办法，在我读书的时候就、就是这样。还记得我的小孩子啊，第二个的时候我们就半小的时候，就是在多少岁哈、啊？那时候还小了，三岁。两岁啊，那个就给人家看了，那个就给人家看了，看了差不多上幼稚园的时候年龄啊，我们给他上幼稚园，如果他还小小的时候，我们自己放档子，我们自己看嘛，所以你孩子都习惯了比较早睡，像你们这样的，你们一定也比较早睡的嘛。对，所以我其实真的很感谢，要再感谢小黄一次，今天这样给脸他上来我们的直播，给我来跟我聊天，因为我知道他真的是很早睡的，应该平时八九点这样就九点要睡了。对，九点这样就睡，所以小孩子也习惯了。也习惯读书，其实读书还好啦，因为四点多五点他们都是要起来睡觉了的嘛。对对对，对嘛。但是就你们爸爸妈妈比较累咯，因为你要看档，还要收拾果，对嘛？档还啊，年轻的时候还好啦。现在你孩子都在帮你？两个，他们都完书了，我问他要做什么，他说跟着我就好了。你卖这个了，所以两个跟你两个不跟你两个，那两个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了，都是都是他们兄弟姐妹讲好了，一个包菜档，一个要包水果档，你没有开多几档，你如果你老婆又开又有鱼档、又有猪肉档，这样他四个人就在巴萨了的哦。那个命没有这样长，我看到来问你，我们我也是爸爸，你也是爸爸，都是有孩子的人。你其实
你看呢、啊？你有四个孩子吗？小黄，你两个帮你看到，两个没有帮你。你自己其实有想过，你比较希望他们留在身边帮你，还是希望他们可以自己去闯自己的一片天地出来？啊、，OK， 身为父母心啦，我觉得父母多数会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自己身边啦。哦，当然，当孩子长大以后哦。他有他自己的事业跟他自己的一个志向，你不能够去阻止他，嗯，哦，不能阻止他，你要放手给他们自己去啊去发展了、啊、哦，就你有跟他们谈过吗？像你孩子两个要留在档口，你有问他也是不是你愿意跟爸爸做工，还是你不要去找工，你要不要去找工，这样又好好搓落来勤，这样去磨就会很自然，这样子你要你早上九时起身了，你就跟我出去档口。反正我们档口做档子的人是、人手一定是要的，对，你不管你会不会读书，你还是怎样，你一天在家的时候，你反正你是要帮忙啊，自动啊，嗯，这我们是培养一个互动啊，然后说他会自己知道要做些什么东西了、所以当他长大以后啊，在什么时间的话，我们只能跟他讲啊、你读书读了、你读了这些东西，你觉得你可以在外面发展，你发展吗？哦，如果你要跟着我的话，当然你跟着我这边跑了，你就跟着我发展吧，就是这样哦。少给工钱啊，工钱反正有啦，意思意思而已啦，意思意思啊，反正啊，他们做的东西，反正要用要吃要玩、是吧哈？那个肯定。可是这样讲哈、以一个爸爸，你会不会觉得啦？当然我也是希望我孩子每天在身边，可以照顾他，可以教他更多，看他做不对可以提醒他。可是你会不会有没有想到，就是在你身边太久，像现在有一男一女，我看都在档口帮你的、一个男一个女，会不会反而他们在你身边太久没有学到东西呢？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不会成长了，因为凡是有爸爸在我都不用想了。不，也不是这样说，你因为你做档口、你还有做生意的、你做生意做 make a trading 的 trading 是没有 theory 的、是吧？你要从那边怎样去做人际关系，你要怎样去做你的生意、我交代给你，你开始做、你去、supply， 你要面对的顾客、你要面对拿货，所以拿货啊 supply 你都大部分是在你交给你孩子去处理、我都要给他去放手给他去做了嘛，给他去学习啊、甚至你个开个单，你要怎样开单，你要怎样跟人收钱，你要有你要怎样收钱，你讲什么证据跟人家收钱呢？啊、这些东西全部就是 payment voucher 这一些东西你全部一概你都要知道了嘞。生意东西哈、不是单单只是你向外这样坐在那边，不是这样的，还有很多东西要。所以你两个孩子要出去外面闯，他们跟你商量，你也没有阻止他们，也没有讲什么。没有了，因为他毕竟他读书已经读到那一科出来 engineer 的东西，他们就往那方向了。我也没有说100%他们要做这样了，我是说读书只是一个只是增加你的知识啊，一个 knowledge 啊，你 more in technical， 你在进去里面的时候，你有兴趣做就是做咯，所以他们自己选他们自己愿意做的东西嘛。可是你看哈、我们这样讲啦，可能观众朋友不了解啊，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不了解，但是我觉得小黄一定懂我的意思。像我们这样的年代啊，很多时候我们一讲起在巴萨做工，在巴萨卖菜也好，卖菜卖水果，很像听起来还比较干净。如果你讲卖鱼卖猪肉，很像就很粗鲁啊，好像没有什么读到书这样。你有担心过改天孩子像？孩子在巴萨整天跟我在巴萨，会不会给人家笑他很像是没有读书？OK， 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小黄，我知道现在当然不会啦，老实说，但是我们那个年代
成长起来的人，多多少少你都会觉得很像是，哎，就是没有读书才去巴萨做工。以前可能人家会认为你不会读书去倒垃圾，去看是肯定是不对的想法，那个是以前人家是在老人家是这种想法灌输给你小孩子，目的是为了要他多读多点书了哦。其实这种想法是跟自身修养关系啦。你有读书，你的 education， 然后修养，一个人的行为修养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在那个工作使到你本身是变成一个很差劲的或者很肮脏的人。我是讲一个人做一个人的修养行为，决定了你的一生，而不是那个工作，那个工作只是为了你要做生意嘛，training 嘛，我觉得是两回事咯。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啊，你讲行行出状元啦，这个最基本的讲行行出状元啦。不过关系到自身的修养，你自己的修养。比如说你是一个很 holy 的人。有些人只是外表而已的，不是在内心里面的。你的心是怎样的，是你的修养。你去那边 holy 是你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明白我讲的吗？就是这样的东西啦。所以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当然我是很认同，我只是要知道。所以你认为你孩子怎么样，你没有管他，他们可以自己选择他的未来，他想要读 engineer 出来，他要去做跟 engineering 有关的东西，他就去做。像你孩子，他觉得在档口帮你，他觉得这样子的生活他很自在，他开心，你就给他在档口。你有没有跟他有什么 deal， 像讲在档口帮你的就是也好，出去做工的也好，有没有一个 deal， 就是说你出去做工了啊，我给你比方说两年三年时间，你一定要每个月赚多少钱，赚多少钱给我。And then 又或者是说在档口帮你的，你一定我给你一些，你一定要学会给我找多少顾客回来，有一些 set 一个 target 给他们去 proof 他的 achievement， 他的成就。在这一方面我就没有这样去 commercialize 啊，我在听到很 commercialize 在这种传统的意思里面我们可能会比较传统一点啦哈。做东西小孩子给他去做，放手给他去做，慢慢给他学习。人总是要长大的。人总是要长大的。我们讲 nothing to prove 啊，你一定你去 proof 啊，好像觉得，怎么说，会不会觉得，呵呵啊，有这种必要吗？我觉得，我就觉得，honestly， 我觉得你是，我听你这样讲啦，蒙，你是很 proof with 你的 kids 啊，我觉得你的 kids 当然也是做得很好哦。今天趁他没有在这边，我不懂他们有没有看 Facebook， 其实我真的不懂啊。来讲一下，我就不相信你孩子没有做错东西，有试过送错货啊？做错东西，当然我们会骂的啦，骂而已，你有打孩子的吗？像我这样，我是打的哦。我小时候会拿，会打他的，我会拿。会反正会打他的，因为一个人做臭人嘛，一个人黑脸一个白脸的嘛，所以妈妈就撒谎。哎呦，那个不用讲了。所以你孩子都会比较怕你。孩子比较怕我了，因为我讲的话我讲一就一了，我比较严肃啊。他有试过，你想一下，你现在在孩子在档口帮你的这个孩子啊，犯下最大的错误在档口。有做过什么最大的错误，送错东西什么，还是都没有，都很听话，一路来在档口都很小心？ 不会啊，没有了，没有什么大事了。算错钱找错钱那种，没有的好讲啊，那个说转到那边很普通吧。那个谁能无过。所以他们放工了也没有讲小孩子也没有到处乱跑什么，都会时间很自律。他们很自律哦，就是可能他就是fix for it 啊，
已经习惯那种生活方式了。其实我看到小黄和他家孩子他们一家人，我 see 的是有，我看平时因为我去巴萨我也是很快的啦，尤其是现在 MCO、你懂，我不可以，我没有在那边很多话讲啊，我去那边我就拿了我的东西我要走，但是我觉得他孩子啊，尤其是他孩子，他们都很 enjoy 的，真的很 enjoy 吗？因为我看得很开心啊，在那边、我看他来跟我收钱，当然跟我收钱当然开心，还没有收钱啊，我叫他，像我有时有会这样子，我记得有一次像我芒果坏掉了，我买回去不好，我叫他拿两粒，因为我也不多话讲了，就跟他讲，哎，小弟拿两粒来陪我，他也拿两粒，他也很开心，所以means that 他是很 enjoy 他的 life。其实你家里你孩子有跟你讲过他的那一些，跟你研究过探讨过他的 future， 有跟你讲过啊，我可能我想开多一档开多两档，有什么planning 的那种交流的吗？小黄还是没有，就到目前我看他们还是没有了，因为现在做的他们都已经做得很累啊，很累啊是他们其实是这样，你做哪一行就累哪一行，是真的。你做哪一行做久你反正是累的，你看着别人是好的，可是也得做啊。当然是你怎么讲，我们广东话讲，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咯、你看我好我看你好，对吗？对对对对。这样讲到看别人好，小黄去年到今年 MCO、全部东西都我们讲的 new normal， 就是这个 computerized digitalized， 你看人家卖水果、卖海鲜、卖鱼、其实卖肉啊，甚至卖猪肉、卖鸡肉，全部都 online， 都 Facebook 啊！偏偏你这个小黄都要变老黄了，我看你还是每天就只是在说 hello， 就是这样子卖，你没有想过这样？但我又不觉得你是那种很 outdated 的人，你其实 OK， 你的英文比我更好，你也会 computer， 你也会 digital， 你会 control 很多 machine， 为什么你没有想过就自己来啊，自己开 live？你又不会排水，你看你在电视机讲了大概一个小时 live 也讲得很好没有问题啊，就我没有想到这可能开拓多一个新的那一个 industry。 OK、在水果那一方面、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做 live 的能够讲到讲到非常的好啊，而且吸引了这么多人啊、不过我这个人观点就是说你看一张相片跟一个真实的水果有什么分别吗？当然我是觉得相片，我是看到相片都拍到很美啦，现在这样的相片，但是 for me myself 我还是摸到我才 我摸到我也不信的啦，老实讲啦、我通常都是会问他好不好吃先的啦因为为什么呢，他讲了好吃又不好吃到下个星期我就要去换、这种东西哦、很现实的，水果你刚拍相片我可以拍到很漂亮哦。东西弄到很惹你漂亮，以最好的一面给你去看，我的观点啊，可是事实上你买一个水果好不好吃，你在你面前呈现的时候都不一样了，所以我只能说一个相片跟一个真实的东西，我还喜欢真实的东西，手摸得到看得到真正是这样的东西，你完全其实你看过，你也知道近这一年来很多很多，你一定有看过他们做 live 啊、Facebook 那些，但是你完全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要这样子做。不会啦，我不会还不会想到这种东西啊。为什么？因为 OK，网际网络现在是很多年轻人的一个、一个平台，是很 strong 的一个平台，很恐怖的一个东西、对，没有错、不过我们就讲了年轻人了、年轻人当他们再买多几次，在我们不是说人家不好、有时候你在买到不好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怎么想呢、东西货不对版的时候你会怎么去想这东西呢？这就是一条、
水果没有100%的，嗯，是吧？啊，管你讲到怎么样都好，最终吃的人不是你讲的人，是买的人吃的。嗯，问题呢，买的人吃的好不好呢？这样子，其实你看哈、啊，我就想问你啦，你自己的看法，小黄，嗯、你觉得像水果和菜 ，life 有嗯有没有可能可以通过 life 去做得很好呢？在目前为止哈、哦，嗯，的确在我们这边是一个趋势了，嗯，不过我所了解资料是。在 Amazon 啊，在那些更大地方、嗯、他们的 life 就是这种水果啊、嗯、这种鲜肉的东西啊都亏钱哦，嗯，都不是做得很好，不是很好，因为就是说没有想象中那一个 feedback 这样好的 feedback、嗯、没有这样好的 response， 他们你自己觉得是为什么、嗯、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小黄，嗯，为什么？你看，其实 Internet 明明就是很多人呐、啊、，Internet 有它厉害的地方哦，因为你看它，它可以送到去你家门口，你不用出来哦。其实我就觉得讲老师啦，这个我们这样子 compare， 嗯，你在巴萨，你是被动的，啊，嗯、他们是aggressive 的，怎么讲 aggressive？ 因为他通过 Internet， 他没有那一个 time limitation，、嗯、没有那一个 location 的 limitation。嗯、啊，它没有那一个 distance 的 limitation 啊，你就永远只是在住巴拉萨而已哦。啊，你还要等你的 customer 上门。像下雨天，你要遇到这种像我这样子不怕淋雨的小狼，啊、才会我。总之，我每个星期天就是这样的时间，固定就去到巴萨。啊，也不是每个人这样子，有些人就不方便就不能去，对吗？你有那个 limitation。而且你的那个人哈、啊，那个人数你也受限制，你不可能今天像档口就是这样大，如果有50个人去就full了，你还要时间要 settle， 但是 internet 就没有这种问题，对吗？你有想过有一天你会担心吗？小黄，你会觉得你会被他们取代吗？还是你认为不可能？他们就是打不赢我们。打不赢啊，嗯，当然是开玩笑了，不是讲、不是真的打，对对对对对对，一个 descript。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两边都有他的人嘛、啊，两边都有他的人嘛、啊嗯。当一个人他买了以后，最重要就是我们的 servicing 嘛。嗯，最重要是我们的 servicing 哦，跟我们的信用程度在哪里？嗯，啊，这啊，我们所要做的东西啦，啊，一个信用你的 quality， 哦，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蛮重要的啦，蛮重要的，网际网络我没有做这个 live 啊，做什么东西、嗯、我不去批评他了、嗯、我不去批评，因为我们也不熟，我们、啊、对我也没有做，我也没有卖水果，所以我们不去批评他们了、啊、哈、嗯、不过在我本身做好我自己的东西，嗯，啊，给顾客吃到开心，嗯，这样讲、哦、我们就讲回你自己的档口，小黄，我们讲你觉得你可以在珠巴，我们这样讲了哈、嗯、像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嗯、我就说我们做人啊，像小黄讲，我们那个修养，我们不可以骄傲，我们不没有必要自大，但是也不要太谦虚啊，像你这样，你不要太谦虚，你在十号路做了20年啊，讲十号路小黄没有人，对，我就是刚刚要问我们的网友啊，叔叔有说起我刚刚想要问的这个问题，就是小黄自己如何看啊，你们巴萨十号路那边跟 supermarket 的竞争。哦 ，supermarket 的竞争、嗯，你怎么样看？哦、你在那边算是、嗯、一个。珠巴巴萨卖水果的代表了，算是数一数二，不错啦。我就觉得大档的就只有你们两三档而已、啊。其实我们讲的是专业啦。嗯，是你们就很专业的，专业在卖水果，所以你怎么样看你们巴萨和 supermarket 的那个竞争？因为你讲啊，你看 supermarket 也是一样没有做 live， 我们现在不要再讲 live 了。嗯 ，supermarket 一样也是开门在等人来。嗯，这你怎么样去又跟他们 compete？supermarket 更难打。
他吃货吃 一个 container 呢？我们在种小贩哈，我们这边卖的算是精品的比较多了，而且 standardized 就是 professional 做你的东西了啦。当然有便宜有贵啦。东西最重要是保持你的品质。现在是顾客来到，我说顾客他要什么，顾客只是问你你有什么什么好吃的。对，直接这个我自己我有心不想你们啊，我每天都是这样子问有什么好吃的，我说顾客这个东西好不好，你说这东西好，人家顾客会跟你买的。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哦，像我们如果有 supermarket 的老板哈，Emilia Mr. Wu 还是阿Hong 的老板，如果你看到直播，你就懂哦。改天在你的那个水果的档口，你就摆一个 promoter 在那边，你的水果就好卖了。这个小黄讲的，还是这样子说啦。其实我自己啦哈，我觉得巴萨就是一个 symbolic。一个 symbol， 有时我们就是像我妈妈，她就是每一个星期天，她就是要去那个地方，她就是要和同样的人见面。不过我跟你讲，有一个就是他们在那个巴萨可以遇到很多老朋友的。那个老朋友遇到了嘞。这个人很久没有看到遇到，我看到很多都是这样。还是这样子讲，小黄，你和你的顾客本身就是朋友。朋友，他们很多时候，我觉得他们去找你买水果，未必是真的买水果而已。也会跟你谈天，每个礼拜很多是每个礼拜都来来谈天。谈天，有什么东西好吃的？有时候要东西嘛，他们主要是新奇啊，每次有奇怪的东西呀、有每次不一样的东西呀、卖水果不是单单只卖苹果橙嘛，还有很多东西，对，不一样的 berries 啊，不同季节有纯不一样的东西啊，荔枝要上场了咯，芒果现在又现在芒果很甜哦，很甜，我上个星期买了，很甜哦，七粒，很甜很甜，价钱也不贵啦，又很便宜，在我们这边啦，是真的很便宜，然后又很好吃，荔枝要上市了，那你知道？这礼拜我也来一点榴莲来卖一下嘞，特别榴莲嘞。惨哦，不要啦，榴莲不要这样快，还没有赚到钱。如果观众朋友啊，还是要呼吁一下，请支持我们，赞助一下我的赞助费，让我这个月有钱出粮，可以买两粒榴莲给我女儿吃一下啊，请多多帮忙。好，我们讲回我们回到来这一个采访现场啊。我是想问小黄自己啦，在这二十年在巴萨，我想当然啦，我们做久了，我们讲有这个置业怠惰症，就是刚才小黄讲的，做哪一行就累哪一行，当然是做到我们客家话讲好捏咯。但是其实我这样问你啦，这二十年你过到用回客家话讲，小黄客家人过到甘愿吗？开心吗？甘愿吗？甘愿不甘愿都就是要过了，不过还好了，还好了。作为一个小市民水果行业里面还 OK 了。你有做到自己要做的东西，要做的东西啦。最重要的人是要有那个眼见啦，看远一点，眼见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像我还是想问在这二十年来，你从开始那时候结婚了，拿一些在大木拿菜，然后自己进一些水果来卖，到你现在自己大部分什么水果都有，像是我觉得你算是很专业的在卖水果了啦。这二十年有遇过什么样最哪一个 period， 或者是有一些时期是你最辛苦最难挨，或者是遇到一些什么去 kick you 的问题解决不了的吗？是有的，其实是有的。kick you 啊，我跟你讲，我年三十了，我剩一百箱的焦柑嘛，卖到那年的清明，我还在卖那个焦柑嘛。
一百箱的胶干，一百箱，是一百箱的胶干，一箱四十八粒胶干嘛，九十六粒、七十二粒，一百箱啊！两公婆坐在、那种木箱的那个冷房里面看那个胶干，为什么金箱多、没有经验哦，被人家骗了。很好卖，很好卖，就进啊！反正我讲被人家骗。早期的时候，水果贩啊，有一个水果批发商啊。工会，还是他就是一个自己一个 individual 批发的人。他批发人啊，对，批发，然后他自己也是有卖了。Okay, 很早期的时候了。刚刚做，十多年前。对，20年，是到20年前了。OK。哦，所以说，哎呀，这过年了哦，这个东西交干来了，这一批如果你们不拿的话，好卖，我这个关起来我就不卖给你们了。我就听了，哦，这样啊，这样就进，进就一直卖咯，卖，因为过年嘛，都很乱的时候，就进咯。我进了几次，那你知道，完蛋了。胶干卖不到，结果就是这样哦。你们拿水果全部都是现钱的吗？现钱也是有欠账啦，有欠账的哈。有时候也会早期年轻的时候就会做一些糊涂账啦。因为没有规规矩矩的去有 voucher 有什么，变成你欠了还了。还是不懂啊，不知道，那时候也是，也是一条钱在那边了，那个也是，那个也不能够怪谁啦，是怪自己没有把账目看得清楚。一百箱胶干那时候大概多少钱本钱？你们新年是订着多少钱？早期的时候不会多啦，以前一百箱的话就算起来，早期应该是40多块嘛，10年前。40多块的话，你一百箱就10000多块了嘛。以前对我们来讲，要命哎！是多年前呢。哎，一百箱哦，卖到清明了，跟你讲啊。又看着它烂不烂、不是卖的放在冰、放在那个。肯定烂了、卖到窟窿里面，它肯定烂了，烂了丢。那个是最惨痛的一次教训了。过年回来看了一百箱胶干，怎么卖？是因为行情不好，还是纯粹那一次就是你自己算是技术性的问题啦，是讲自己也缺乏这种经验，进太多货了，一下子进太多了。所以新年之前也没有办法了，就新年大家也休息，你也没有去问朋友要不要多一两箱，也没有办法了，没办法了，帮不到你多啊，帮不了了，最多嘛帮你买一箱，对啊，已经不行了。这个是一个教训啊，东西要看好来。你自己投资了，大概讲这个生意啦哈 ，store 那个 cool room 啊，那些全部大概投资了多少钱 ？cool room 哈，cool room 本身现在应该是40多千要吧，一台、两台、三台，要几台了？整10多万在那边了咯。不要啦，车呢？不要啦，不过是啦，投资一次。还可以用蛮多年的，那些东西都还 OK 的。还可以，还跑错了，对，还跑错了。像你今天做了20多年，除了一些老顾客的 support， 你做一些批发啊，像很多那些 restaurant 啊，那些都有跟你拿货那些吗？一些啦，我也没有做，我主要还是做门市多啦。你也没有主动去招那一些 restaurant 啊，那一些。现在行情我觉得就顺其自然吧。一路来都没有，还是因为你行情不好？一路来都很少，就是讲有一些会介绍了做几间咯，够把我们的 stock 那些全部可以周转了，把我们的菜啊、水果会转的话就 OK 了，不会把自己煎死了。所以你也没有说要求到，要做到特地要有很大的 planning， 要去找很多的。如以现在的行情，我跟你说，你要 supply 这东西很容易，你一个 lolly 你都装不完啊。是咩？我以为行情不好，你可以没有这样。你可以，
问题是不是欠钱啊？问题欠账的东西你做这样多，我也觉得现在危险的半死啊。我觉得自己做了20年，好，有想过几时完完全全退休，不要再做了，给你孩子做吗？我也不晓得，做多就做了，反正东西，反正那个单子永远需要人工的嘛，是吧？是，可能年纪大了，对，想累了，想休息就早点回咯，反正孩子在那边。对，有时候他们自己开单一下咯，看怎么样啦，出门的时候他们自己安排一下啦，都可以的。我刚刚才想问啊，小黄就想到出门了。你孩子到多少岁的时候，你两公婆在档口啊，转那个档口转了多少年，你还记得吗？你到孩子多少岁，你们才一起去玩，放开那个档口给孩子？还没想过哎。现在就想一想，慢慢想，还没有想过来放开来。你在那个档口、啊、跟你讲，就是想在那个，你看啊，其实你，所以我说，看得出，其实啊，像刚才你慢慢想啊，我讲一下话，你慢慢想多久？像小黄这样子，他、啊、是很累啊，卖水果真的很累，听得出，因为半夜就要起来，也是要七早八早要收拾，要做东西，而且小孩子那时候还读着书，七早八早又要载孩子啦，又要上学，又要这个那个，大半个人生可以这么说，十多二十年，对，就在那一个档口，把我们的青春卖给他了。所以我现在你看，我现在转回头来问他，你孩子多大，你才可以 free，你才有你的自由啊，可以走出门，还记得吗？想得起？真的是没有去想他哦。但是我看最少也要整十多岁，他们才可以有本事自己看档吧。你们两公婆可以出门吗？是最快吗？是要10年前？如果我们出门了，两公婆这头是关掉，关掉，没有做，休息啦，休息。这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关，可以给他们交给他们做了？我记得有啦，其实两三年前我看你还有出门，你还一直在看档的啦。啊，有时候我会喜欢户外活动啦，我会跑去山区啊，没有，有时候我们会。跟朋友去骑摩托跑山、跑去乌鲁里面呢，做一个3天2夜吧。有时候我们骑摩托去到、其他的地方啊，去到那种印尼边界啦什么这样的。所以你自己出门你都放心，其实你孩子都、OK、因为我太太还在那边嘛。你太太自己驾车还是？她会驾车，会驾车，自己驾呗，自己都可以的。反正送货现在全部都 OK 了的嘛，都 OK 了，孩子都送货了嘛。你孩子全部自己都会搞定，都会的。这样讲，其实你都不用每天赶去巴萨，赶去海丹。可是最重要的时间就是在那边哦，早上哦。平时会多人吗？其实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就真的不懂了。我们普通人，因为我们一个星期只是去巴萨一天，就是那一个星期天，因为我们也没有上班啊，也有空。其实星期一、二、三、四、五六应该有人呐、啊，就是 weekday 会有多人的吗 ？weekday 通常 weekday 来想在巴萨的话，都是除了做工，因为现在也学校都没有读书嘛。如果普通来讲的话 ，weekday 时间都是在。6点、7点开始，六点多了，6点半开始到8点，那个人潮还有，过了的话就比较少了，就比较冷清了，就是叮咚的卖了，weekend 拜六礼拜的生意量就会比较多一点了，可以的，礼拜天是可以讲是爆炸了，通常都很多人，都很多人了，假期都是比较多人了。因为礼拜天很多顾客都是一个礼拜来买一次，一般上是的，会忙到多少点？通常我在那边呢，就是从早上的6点开始会忙到9点了。那段时间里面呢，9点过后就比较浓咖了啦，就比较、OK、比较松了的。比较松了的，所以通常我也会在那边那段时间了。过后就收啊，那你们的菜啊水果每天都要带走了吗？没有可能放在那边，对对对对对，热嘛，对吗？对，所以收现在每一天就收了 packing 就交给孩子去弄了啊，他们就收了
他们收了进去的话，十二点就开始收了。哦，还要等到十二点才收，我以为十一点多这样就可以收了。没有啊，这是十二点，十二点。哦。所以我们工作时间四点到十二点就多个小时了，五点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八个小时啊。嗯。回家去还要下货。下货。对，如果拿货呢？通常你们拿货又是几点呢？拿货通常如果水果的话，我们都有 supplier 的时候会拿过去，或者我们去拿货一下啦。嗯。那个是下午时间的了。下午时间了，如果是有来拆的话，也是下午时间了。这样讲其实沙巴的都蛮累一下的哦。时间蛮长的。嗯。你看我们是做十二点，其实你算起来是多少点了？对对，哪里值？那不止。不止。不止。哦，不止。不止那十二个小时。在珠巴二十多年，小黄，有认识到很多朋友，应该都全部都很熟的吧？因为你太太本来他们就是在那边卖鱼。嗯。都很多都是熟客了啦，嗯，熟客，朋友都很熟了啊，朋友，从老的到小的，像改天我儿子如果他还去买水果，你也看到他从小看到他大，对啊，对啊，对啊，至少有两个 generation 了，对对对，两个 generation 了，现在蛮多了，就是看到那老的过了，就是他年轻的都看得起了，对，你觉得啦啊，今天这样讲，这二十年来。你的水果蛋，你的 customer 其实他们买，他们会去跟你买水果，他们真的是就你卖你的水果卖比较便宜比较美，还是他们其实为什么有这样多人啊跟你买了这样多年五年十年像我这样子，为什么你的顾客你认为他们为什么就是 prefer 跟你买呢？到底你的那个 special 在哪里？你自己来讲，好，我讲很像是因为你来不上我的节目，我来赞你，这样又不对，你自己讲。水果啦，以我的理念啦，嗯，物有所值啦，一分钱分货是，那肯定跑不了了。那时常我都会跟顾客，你自己看一下，这几种东西都是一样的，价钱不一样，当然那个价钱已经告诉你是什么东西了。当然那是凭你喜欢买哪一个，还是你有要买这一个，还是要怎样哦，那你付出的跟你得到的都就是成正比啦哦，嗯，就讲我们主要还是强调就是品质了啊。最后我还有一样东西哈，趁今天小黄有来到这边，我是很不明白很不了解，我看其实像珠巴巴萨哈，时常你们应该是一个月还是两个月你们就会 shift rotate 一下你们的档口，其实不是水果而已，我觉得我看到好像是整个对吗？对，那个菜呀、啊、他们 different section 卖干货，对对对，他们也会换，是什么原因哈？然后OK 这个其实是议会的为了公平起见啊，公平啦，就像你在哪一个 spot 的时候、你的生意会影响，你在前面的 spot 的时候可能你会增加你的客量，就这样有入客啦，这样来回的顾客可能会增加你的一个 10%、20%、30% 的，会有影响的吗？会有影响啦、会有影响会，所以为了避免complain 啊，说我在后面我做不到前面的生意，顾客不进来啦，所以这种是一个游戏规则啦，这样时间到公平起见，每个人 rotation 哦，所以并不是并不是抽签，而是 rotate、所以你今天在一，明天你就在二，你肯定了，后天在三，肯定的哦，所以你们自动的，其实很好啊，你自己觉得这样的方式OK 啦， fair 吧，我觉得不是应该我还多一点钱我们摆前面啊，commercialize 吗？自由贸易，那是 commercialize 版，这一个是 Hawker Center 是属于政府的所以他为了保障每一个人的公平，他是需要这样，所以这一个游戏这个 rules 是 MCC set 的，很多年前就已经这样子了，已经要了，以前是想抽签，后来抽签不行了它变成 rotation， rotation 就没话讲了，每个人180天都是要轮的嘛，是吧？然后有分 section 吗？像我知道卖猪肉肯定是一个 section 啊，有一个 section， 像你们卖菜呀、卖水果是一个 section 啊，都有一个 section 一个 section 啊，一个地方，对，
朱巴巴萨哈、啊、这么多年啊在那一边、嗯、其实你觉得这个管理还 OK 吗？就是 MCC 的管理都还不错、嗯、你在那边有资格给意见的吧？二十多年你没有资格给意见、啊、谁有资格给意见？都还不错啦，他们都蛮照顾我们嘛、嗯、有什么大小事情了、嗯、每月都会跑去看到啦、嗯、你别地方能够看到每月跑巴萨吗？每月是去买菜还是去巡一下去看一下、啊、你这种十二路巴萨就是、啊、嗯嗯啊，所以整个 management 是很 OK 没有问题 alright 啦 OK 啦，我是相当 OK 的。像你们 Hawker 和 Hawker 本身会有很多 argument 啊，还是哎呀有些事情是那个是个人的性质啦、嗯、argument 是没有什么有的。嗯，可是我看 Hawker 应该很少 I mean 很少那个流动性，就是很少有新人进啊，旧人很像来来去去应该都是这几年。对，因为已经做了这样久，大家已经很定在那边了、啊、赚钱你赚多还是赚少也是赚了、啊、除非你就做亏本做不起，还是要赚钱够日子够开销。有吗？有讲做不起走掉这几年、我看江旺应该不会了吧，这几年就没有。嗯，这几年应该不会了吧、啊、因为这几年朱巴巴萨很这几年就人家一直认为说、嗯、哎，这种旺的地方怎么你们哈讲他没有说想到当初不旺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嗯啊、所以都是 OK 啦OK 啦、没有说很大的 argument、啊、没有，不会啦不会啦。嗯，就是大家卖水果，你有像你们有过大吗？啊，我 还是想问，因为朱巴巴萨其实讲大不大，何时来让巴萨比起来十分之一罢了。啊，是真的，所以你讲朱巴巴萨很大也没有很大，啊，也不是很小啦哈、啊。但是有没有一个 limit？ 就是说，如果今天我再去和council申请，我要卖水果。还可以，还是有一个国大就不可以了，就是这样多档就这样多档、啊、卖菜就。因为它已经满了啊，它已经满了。Oh, Let's say 如果还有空的话，还可以申请，就你申。如果是有人 surrender 的话，你就可以申请了。你申请来，你要卖什么都随便。没有，它有一个地方，因为我们水果、oh, 那边都是水果的。啊、哦，他因为有国大了、就是，有一个国大，就算是就像有一个 limit 啦，就是那个 area 这样多当水果，就是这样多当水果，对对对对，这样多当菜就这样多当菜，对对对对对，哦，他们有 limit 的，有，哦 ，OK， 所以就反正没有人会 surrender， 这样生意这样 OK， 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吧？嗯，没有啦，不会怎么样啊，都还是哈，嗯，没有生意能够做，谁不要做？啊，在这行情里面还有一个屋檐里面啊，躲着风风雨雨。你们以前申请会难申请吗？都是还要挑选的，以前早期哦、嗯、去申请的时候你讲不难也不是啊，你要经过很多人的批准嘛。嗯，那时候 even though 整个巴萨还没有 fully occupied 都很难很麻烦。对对，也不是麻烦，它一定要有这种程序的、嗯、这种程序的 step by step 进去嘛。嗯啊，肯定这种东西反正嘛，啊，你过了，你要进去了，啊，你有什么 proof， 他才给你吗？嗯，啊、我们不知不觉啊聊天这样子，小王今天来到这边也谈了一个小时多，哎、好，真的是一个小时多，现在时间已经九点多了，哎、然后我们谈一下。就已经一个小时多，真的很感谢今天晚上哈、啊，不可以谈这么久。等下再坐下去，小黄会睡着了，明天早上要很早起身。好， yeah. 我们非常再一次非常谢谢小黄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我们分享他的水果人生。啊，在我们节目还没有结束之前啊，我们来问一下小黄，还有什么话想要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还是有什么东西想趁这个机会跟你孩子、跟你老婆和家里人讲、分享也可以，都没有问题的。趁这个机会，接下来有五到十分钟送给你，没有话讲也没有问题。首先呢、啊，要感谢我家里的人呐、啊，这样啊一直啊为这个工作而努力啊。真的是谢谢他们了，
付出这样大的一个努力，把我们的水果当时做得更好了。也谢谢我们的顾客了，这样多年的支持，真的是很感谢，感谢你们啊。也谢谢我们的今天Alan 啊，给这种平台啊给我们讲出我们一些心声啊。没事，谢谢谢谢小黄支持我们啊。反正我们 MyTalk 的理念就是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什么平台、什么阶级、什么 level 啊，正所谓我们没理时事无所不是，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任何人有任何话想要讲啊，你可以看到的，现在就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机下面，这边有我的手机 WhatsApp 号码啊，看到啊，0143924484，你可以 WhatsApp 我，可以 text 我，如果你有话想要讲 ，anytime 欢迎你啊。时间差不多，晚上啊，今天也时间真的是很够了，谢谢小王啊，最后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说再见，好，拜拜，拜拜，晚安，谢谢大家。